俗话说天将降修机大任于前锋也，必先心无杂念，心无旁骛，心无止水。但是告辞。这发顺丰快递好像不太厚道啊，还好队友及时逃脱，现在直接发辣椒，走你！溜溜啦！辅助队友，再来一次！有了一万的经验，这时候对方应该要来气球啦。那个有时候也不要太相信自己的经验哈，来都来了，再求你可完蛋。现在随时盯紧队友状态，等对方一有来气球的动作，我们就再表示。是时候啦，走你。话说在掌握时间这一块，我还真是个天才呢。远距离飙车，对方也会长时间眩晕，就趁这个长时间，我们赶紧救一下队友。哎，没想到我们再次触发了开场擒杀这个场景。那为了辅助队友逃脱呢，我又使出了一招肥胖柳，聊着啦。在队友被送走后，那我们也知道了神婆正肩负着六鬼的任务，抓紧休息。就在神婆上以后，电机也盘到了只剩下最后一台。现在我们赶紧去救队友，然后接着盘刚刚电机。压好电机后，我们直接一个信号，你们懂的。之后我们又去开大门，那队友呢也没能逃脱升天的命，最后平局结束游戏，再见。